真假活佛一语道破，真活佛、真菩萨、真功夫，真是一语道破。最近因十七世大宝法王出走一事而引发佛教弟子们的争议，记者终于厘清到多年来行踪飘然不定的密乘总持大法王养恶意希诺布表态，恳请并同时获得了他的法照。他说，这一世我又来到娑婆世界，我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来跟大家结缘的，你们认为我没有菩提心，也许我没有吧，我没有缘法收多的弟子，我完全为的是纠正邪知邪见而扶持如来正法。因为近年来看到太多佛教界流行的弊端，任何一个势力都可以生出一个大活佛，到底谁真谁假，众说纷纭，一片混乱。严格说，一万个活佛中难找到一个有真密法传承的，就是大活佛中也难见到有密法的实相功夫。从古至今，唯有佛陀或大菩萨们才能确定活佛的真假。比如我说班禅的修持好，虚云的禅道纯正，云高的佛法正宗，但照常还是有邪知邪见派诽谤他们。佛教界多年来流行的一种偏佛弊端，完全脱离了正法的范畴，走入了邪道偏见。在这里我不想谈论关于格玛巴必须再加强学习才能度众的说法，实在是谤佛之说。格玛巴早在第一世杜松浅巴时已经是成就大菩萨，也是未来佛。如果是真的格玛巴，他就是大菩萨，是不需要经过学习就具有度生的能力。作为一个上一世就是大菩萨的圣者，难道一经过投胎就会失掉道量功夫吗？如连菩萨投胎都要失去道量功夫，我们修行干什么？虽然大菩萨投胎不会失去功夫，那些自以为学了密法的密宗信徒为什么还认为要重新学习，要他去闭关呢？菩萨岂不成了空假名的，岂不成凡夫一样的人，每投一次胎都得要重新学起，这样永无了期如何成佛？这完全是不懂佛法的凡夫建立的逆倒法制。胡开迷惘，要认证法王的真假，应该从法义的正量道境去判定。有没有黑法冠又有什么关系？一顶黑法冠又能代表或展现真正佛法的法义吗？试问黑法冠与法王却有关系的话，为什么黑法冠不神变自动飞行真大宝法王的头顶上？如果在习经的十万空行母法冠就代表大宝法王，而法冠现在却不能体现空行母的神变力，万一被一个坏人杀人狂拿到手上，这个杀人狂不就成了大宝法王了？所以依法冠来定真假是可怜的凡夫之见。要知道大宝法王他有多生累劫修来的法王正量，不是凡夫，是大菩萨，不需要学习也能度众生，是与生俱至的启用。至于他的学习也是跟着佛陀学习，怎会跟那些低于他的活佛喇嘛学习？佛菩萨的正量功德是多生累积来的，第一世大宝法王已经是成就的大菩萨，现在转世到第十七世了，早都累积了不知有多少功德，有多高的正量，怎么会还需要重新跟比他道量地位低的人学习呢？上一世假使是初地菩萨，下一世来也应该是初地菩萨，要学二地的佛法，为了正本，说明真理，
我已是法徒儿多杰洛桑修作缘起，届时广邀新闻媒体及高僧大德们亲自公众修法，请佛陀于虚空中显示法意，到时五彩光开，吉祥音长天空起，天降圣物，由佛陀当众直接确定真活佛姓名，那时再来看谁是真活佛吧。确定谁的问题，我要看缘起，一切都根据今后的因缘来决定。比如法轮功是坏教，中国处理得好，哪一个爱众生，哪一个护真理，我就会赞叹他。但今后根据因缘的发展再看，只要是对佛教不利的事，我就不做了。听了大法王的一番话，打破了我们多年来的疑虑。现今许多称之为大活佛的人，似乎都只能以所谓的传承信物，我是活佛与活佛间相互推举认证之词，来肯定其佛界地位，未能以其佛法实证实修之功夫道尽显露表法。若以黑法冠就能代表大宝法王的地位的话，记者我要是想办法把这个黑法冠拿到，那我不就成了大宝法王了吗？以往普邦葛大师、持名赤松达真大师、日古稳婆仁波切等法王级的圣者菩萨，皆能示现佛法的真实功夫道境来救度众生。例如曾以金刚甘露丸表法，令下金刚丸跳动行走，金刚丸在法王的命令下说停就停，说走就走，令跳跃即跳跃，完全听从法王的指挥行事，符石一立，当下道量显赫。那么现在有谁能再次示现表法？难道佛法连外道都不如吗？到底是佛法失传了，还是这些大活佛们值得商榷研究？又有所谓的密宗教徒乱发评论，大放厥词，声称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却又说什么达赖喇嘛抗暴失败逃离西藏，这未免太诽谤观世音菩萨了吧。一个观世音菩萨转世的人会去搞什么抗暴运动，而且还失败了？应该只有凡夫俗子才会失败。再说大宝法王的问题，既然是真的大菩萨转世的格玛巴大宝法王，为什么又要将他贬低成像个普通人一般，必须要先经过学习佛法以后才能度众生？如果大宝法王还要经过学习才能度众生的话，在众生皆有佛性，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的平等下，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学习佛法来救度自己，还要等他学习完了之后再来救度我们呢？我们何必浪费时间与等待之中？如果大宝法王需要跟随他上一世的弟子学习的话，为什么不干脆就由弟子当大宝法王算了？何必称为法子呢？而且弟子跟着上师学习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但是上师转世之后再跟着弟子学，未免有些不合逻辑吧。一般来说，弟子能学习到上师的八分而已是非常厉害的了，等到转世之后上师再来跟着弟子学，不说他只能学到六分吧，就算他八分全学会了，比起他上一世岂不是反而退步了二分吗？再说大宝法王跟法子当徒弟，岂不是在这一世成了上一世法王的徒孙？这听来似乎有些太可笑。可见这些佛教徒们所发表之言论全是荒唐谬论，毁谤佛菩萨歪门邪说。当然这也只是我们记者的一些看法，做笑料而已。杨鄂大法王的出现将是佛教崇光正地的开端，同时也将是假活佛们空洞理论的末日。
邪门歪道和假活佛们闻言必心惊胆战，难免要为自己的生活前途做一番垂死挣扎。但毕竟不能代表真佛法，相信未来佛教徒们将观看到假活佛们为了掩饰自己所上演的一出出空洞的花样说辞的好戏。信愿。